吃什么这里蛮好晃的蛮多的。对，我要看30分又50分。那你还看？还不把第四台换掉？要把电视台给关掉，不是把第四台换掉。第四台换掉就没了、啊。第四台换掉是你看不，你自己看不到而已啊，别人都看得到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干嘛把自己关掉、啊？就不要理别人啊。把网路都给断掉啊！你把眼睛闭起来。没有，网路断掉比较好。这么开心，我现在是错吗？不知道，肯定是错。半的价格。
出了吗？他们那种做日本包装的那些卖日本货的，他们就感觉日本嘛，他们就是大量进货，囤货在那里来卖，然后卖比较贵的台湾那边卖比较贵，他们就赚更多的利息。也不是价格没有变，然后只是赚更多。
橡皮筋。Thank you.